这是当今羽坛顶级男单的激烈对抗，状态回升的台湾一哥周天成与状态在线的大马一哥李子嘉展开了泰国赛决赛资格的重量级较量。这是2024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双方的赛场表现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全程都在对轰模式，让赛场充满着羽球的暴力美学。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漂亮，是打点。太快了，完全没有对症啊。嗯，线断了。起来，一上来就是火力全开，没有丝毫的慢热。周天成的手法更加的全面细腻，在一些变线的处理上加上一些假动作，时常能够打出有效的得分。李子嘉的进攻极为犀利，以快准狠为主的进攻，时常不给对手过多的反应时间。顽强，哇，漂亮！一种杀中路啊，很突然啊，一分的差距。界内啊，再次出现判断失误。漂亮！哦，差一点，差一点。17-19，也比较可爱。漂亮！直接扑到了李子嘉的球拍上，李子嘉起拍直接跳了回去，成功守住了一个局点，但在随后周天成的劈杀斜线中成功拿到首局的胜利。哇，好球，一个反向啊，斜线。太偏了，选择杀直线，然后去衔接往前，可能会好一点。Service over。哈，球擦了下球网。对李子嘉没有造成足够的消耗。对的，我们抽对角线不到位，还有点着急啊，这一节这个进攻失误送分太多了。第二局的李子嘉明显的更加主动，
有着更多的重杀得分，在上半局就率先拿到了领先优势，同时在这样的状态在线下持续保持着优势，直接拿到第二局胜利。这个判断有点莫名其妙啊，可能这七分也不是问题。好球，他们防起来没有办法，这个力度小了啊。我们是 BC， 这边是火力全开啊。这一个好球，今天一个停顿啊，向外一撇，李子嘉的这个往前假动作，这是也立刻回应一个决胜局的都开始拼起来。周天成的得分能力虽然依旧在线，但自身的主动失误过多，让李子嘉成功拿到领先优势，但场面依旧存在着悬念。哇，上来是头顶大斜线，哇，杀中路控制不住啊。还是球太平了。16-10。这个球看一下，漂亮。下半局的李子嘉越打越自信，在拿到优势后毫无顾忌的火力全开，连贯的上网劈杀打得实在太漂亮了。但随后不久，周天成也立马回了一个，虽然双方的比分差距非常大，但周天成关键点依旧打得非常大胆。进内，好好球。漂亮。19。过网啊，4-3，进一下。这个吊球动作比较夸张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周天成关键点接连追分，但这个滚网运气球让其完全没有了机会，甚至让其滑跪了至少一米，实在是太难了。李子嘉成功2-1逆转进入决赛。